欢迎收看周日的东桥话，我是包博，我是文。我们这次跟 Joiners 合作，要逛他们的百货公司，而且他们人超好的，你购物还有送姜汁店的一日券，就教你们怎么玩吧。我们的第一站 ，Joiners 开始。Joiners 啊，其实地理位置蛮方便，就是在横滨车站一出来就可以直接接到这个百货公司。首先呢，我们推荐的第一家店叫做 Humor。虽然大叔的年龄可能看似不适合这种文青风格的衣服啦，没错，但是呢，因为日本其实蛮流行这种一家店里面选品，然后装了很多品牌的店，搞不好也会有适合大叔的内容哦。哦，这个其实还蛮有设计感的，感觉蛮适合我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一家超可爱的小店，叫做 Lovebrary， 然后它里面主要是卖啊，有很可爱的手帕，然后还有一些饰品跟杂货。这个超可爱的，随便挑应该女朋友都会喜欢吧。我朋友啊，最近刚生小孩子，这边有很多婴儿用品，哎，当送真的超棒的。Joiners 底楼的花园、啊、很多雕刻艺术，大家可以来这边看看哦。我们中餐来到了 B1 的美食街，大家试试看这边的炸猪排胜利安。它的猪排啊是属于瘦肉占比比较多的，所以吃起来呢不会过油腻，然后你可以去充分享受那个咬那个瘦肉的口感。这边除了横滨道地的炸猪排之外，还有其他40多家的餐厅，然后像是阿富利的拉面，然后牛舌以及回转寿司。逛了也差不多啦，我们现在在 Wired Cafe 休息一下，喝个咖啡。这边虽然是室内的空间，可是在我后面的 view 啊，整个空间感看起来还蛮舒服的。你觉得 Joiners 逛起来怎么样？我们今天在那边已经逛了2-3个小时啊，那我觉得这边的机能性非常好，服装啊、餐厅啊、小物的多样性都很够。另外这边蛮方便的是，它可以作为你如果想要在横滨、镰仓或江之岛地区玩的时候的出发或者是休息的好地方。啊，我们 Joiners 逛完喽，接下来要去换江之岛的一日券去玩了。只要你有在 Joiners 消费超过1000元，并且出示 Japan Guru 的活动页面，就可以在免税柜台兑换江之岛一日券 No Liu Liu 哦。兑换中，就坐在这边兑换就对啦。那这边兑换出来很贴心的人会讲中文哦，换好喽，超开心的，而且票超可爱的啦。那江之店的一日乘车券呢、啊，是可以带你从镰仓一路玩到镰仓高校前，经过江之岛，然后到藤泽哦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来到镰仓喽，来逛逛它车站附近的小町通商店街吧。这边很多日式手工艺品，可以边走边吃的小物、餐厅以及和果子店。来买个小甜点松饼吃吃看，哦，哦对，它那个松饼烤得蛮松软，然后它那个馅淋的巧克力酱，完全就是爽。因为我们早上的行程比较满啊，所以到了镰仓已经是下午了，所以我们只有时间逛商店街。但是呢，镰仓这边除了商店街之外啊，还有一些知名的景点，像是八幡宫、镰仓大佛，而且这边离海边也很近哦。现在用一日券去搭江之店喽。我们现在到七里滨站喽。七里之滨这个地方啊，下午来说是最棒的，而且还有可以看到无敌海景的餐厅 Pacific Driving 跟 Bell。除了七里之滨以外呢，我们也很推荐极乐寺周边的成就院，可以从高处眺望湘南海景，还有 Cafe Ricchetti 的超好吃吐司。那七里之滨这边啊，随处都可以看到江之店经过，还蛮有风味的。文青的时候来喽。哎呀，哎呦，连拍连拍哦！我们走的比电车还快哦。简单啦，基本。是啊，基本的。
我们第一站选择从镰仓，但是你们也可以从江之岛开始哦。江之岛上面啊有神社、商店街跟夕阳，然后你们也可以体验搭船看海景的乐趣。那我们就选择在江之岛吃晚餐吧。晚餐就来吃人气意大利餐厅 Garb。它的 cheese 啊，吃起来很香浓，还搭配上那个罗勒的香味跟番茄的甜味。这家餐厅的地理位置很好，可以看到江之岛的灯塔哦。哇，吃饱了，真的好满足啊！这也是东桥的难得呢，不拉出外景哦。对啊，继我们的明桥、台桥之后，今日是神桥。神桥啊，神奈川县对神桥啊，对对对。以上就是 Join Us 跟江之店一日游的介绍啦，我是鲍勃，我是文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